嘴里啊！哎呦，你看你，身体都爆肿了。方先生，这都是你害的啦！要不是你随便乱吹，我也会撞到树，掉到这条河里啊！在这水里，我要怎么长大？被鱼吃掉才怪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啦，小豆子，不要难过。你看河岸边不是也有很多植物吗？还是有机会长大的呀。我在这水里飘来飘去，根本到不了河岸边，要怎么长大？哦，哈哈哈哈！要到河岸边呢、啊，这还不简单？我送你过去。你办得到吗？我办得到。那我要吹喽，大风吹！啊，上岸了哎，我上岸了！植物，我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植物，太棒了！冯先生，谢谢你。哪里哪里，这个地方很不错，已经可以长成一棵大。
帮助，让我知道，不管处在什么环境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努力坚持不放弃，梦想就一定会实现。